台湾现代建筑的先驱，高龄97岁的王大闳，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是国父纪念馆。他位在建国南路的自宅，融合了中国传统还有西方现代风格，是台湾建筑界一定要朝圣的作品。多年前被拆除之后，民间积极奔走，最后由政府捐地，民间募资重建，日前已经在台北美术公园动土了，预计在2015年4月完工，再现台湾现代建筑的传奇。第一禅，天泰地泰三阳开泰。建筑师人王大闳位于建国南路的自宅，今天举行动土仪式，预计明年四月将在花博园区内完工。我在这栋房子里头住了大概7年的时间啊，那我在这边有非常多的回忆跟记忆。这栋房子，我想它不只是对我们家很重要，对整个台北市民都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延续跟重建。王大闳是台湾建筑界的先驱者，他广为人知的作品是国父纪念馆，而在众多建筑作品当中，以自宅最具有个人风格。面积约27坪，高雅简约的设计是他学成回台后的第一件作品，当年更是建筑系学生朝圣与见习之地。这是对我们这个台湾建筑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驱者。你现在他是接受这个西方教育，他从这个英国到美国，在瑞士，当年他是跟贝聿铭先生是同学，但是他回来以后，他是用中国的观念，去把西方的那个，所以不是完完全全西方的那个，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义就比较重要了。老照片中自宅客厅内大片落地窗构想来自于东方建筑中可拆式的门板。还有屋内经典的圆洞窗，也是王家子女最喜欢的一角。王大闳建筑研究保存学会和王守正凭靠老照片和自己的记忆勾勒出建筑模型。所有的图书都已经遗失掉了，只靠了大概40张的照片。那这中间呢，也经过很多学会的开会讨论，大家想说要还原到一个什么样的时期？因为照片它有很多时期的照片都不一样。最后我们决定就回复到。民国43年，应该是1954年那个时期。王大闳的自宅简单朴实，由民间募资、政府捐地，预计将在2015年4月再现大师经典风格。